个比赛过程很简单，但是结局非常好啊，因为我们准备会也贯彻了，就是一定要多打浮空，我们把浮空打开，然后因为这边的浮空非常的对我们来说比较吃力一点，所以今天浮空打得非常好。然后拦网方面，我们觉得罚拦防吧，我们就发球方面今天尤为的突出吧，然后尤其日传方面也没有让对方发疯，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赢球的关键。跟那个世界联赛相比，这段时间咱们哪些方面有提升，包括强攻啊等等的？其实大家看到了，我们的防守实力并不差，可能就是发接发的方面可能是存在一些短板，但是今天这场球其实短板没有展现出来，并且我们今天发球的强势，包括延续性，包括失误性都非常好，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改变吧。日本队应该说他还缺少一些那个主力的球员啊。那明天咱们对伊朗应该是比较完整的一个阵容，怎么去看明天这场决赛？对，明天伊朗，其实伊朗就一直是这几年中东男排这个一座大山嘛。然后听到这个份上，我觉得明天我们也希望这个回去之后把这个准备会的内容明天好好研究一下，明天争取把这个大战放出去。毕竟在杭州、在家门口，我们也希望能够夺得亚运会的冠军。